我俾一條方程式俾大家，就係、是、失敗加學習等於成功。香港已經成為全球最廉潔的地方之一。我哋帶住廉選的問題穿越咗呢條後巷。咁會有你著名的選舉會係點樣嘅選舉咧？呢條路行唔行得到咧？資委會唔會用民意調查收集市民嘅意見，以防一旦鐵路出現故障，可以疏導乘客。財經界人士就話香港有足夠嘅財政基礎。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嘅第一日，一個電腦有問題，係咪解釋曬一切？美軍精英部隊已經到達阿富汗周邊，七一遊行已經開始咗兩個半鐘頭。社會福利處委任三人小組就天水圍天恆村家庭慘劇完成檢討報告。新聞報道完畢。周圍，我教緊通識啊嘛，我教得通識，梗係唔同啦。咁究竟呢練習有咩作用咧？係咪萬萬不能學好英語咧？三七面令二八面靚啲啊！今日我哋請嚟專家朋友，同大家分析中三學嘅優勢。好希望喺社會上面有一把聲音，為社會做啲嘢，而唔係事事淡淡嘅。